就包括啦，音樂感啦，原創性啦。咁最後咧，就要睇下你有冇想贏嘅決心。一個充滿憤怒嘅舞蹈，音樂感嘅難度高之處。好中意佢個表情啊！第一隻舞咧，我哋特別想係睇到大家嘅優點。喺呢隻舞裏邊，我同你講，唔可以當自己係半隻，你哋每一個都係 hero。聖舞者星期一至五於新時代電視二台播出。